们好运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彭燕。不久前，我和 Wild Aid 野生救援一起前往中美和南美拍摄了一部保护海龟的纪录片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海龟的知识，同样我也了解到海龟正因为人类活动面临生存的危机。这部纪录片带我踏上见证海龟的一生的旅程，希望你能和我一起体验这个神奇而伟大的奇观。